哦，来了来了，已等待一分钟，对不起了，磊哥。哦，不好意思，没开声音。你要把那个旁边那个牛给拉一下，就那个牛，就那个金牛给拉。好了，你先听得见我说话了吗？我们两个的背景好像啊。我现在看你有延迟，哎，你的声画不同步，是我的网的问题还是你的网的问题啊？哎，要不要？你现在看我是说话卡吗？你也不同步。怎么办？不同步哎。骗你的。真的假的？真不同步啊？假不同步。啊，同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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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你好，你吃饭了吗？哎，你是不是在逗我？你在听不听得见？你是在演卡住是吗？你在演卡住是不是？好笑。你喉结冻住啊？你比我多一个部位，你不知道吗？喉结冻了呀，空气动了，背景动了，好吗？还可以，原来还可以这样子。你怎么？你这穿的还挺正式，搞得我好感觉我是不是得穿个西装？我专门换了衣服。我刚刚今天我不是在我在外面旅游吗？我今天穿的是那个，是这个。啊，行吧，行，可以，好，停，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环节，好吧？看到没有？我们今天任务很艰巨的，好吧？我们要把这些一栏二的给搞定的，好吗？好吧，让我聊一下今天的环节。不行，你还是先得把第一个问题回答我。你刚刚吃饭了没有？搞得我心情不好。没有吃饭。OK， 你是不是没关美颜呢？你别管我了，我美颜就是开到最大，我这个人就是开到最大。哦，好不好？不好意思，是我不好。那个，对了，亲爱的陈少少女士，今天那个没怎么听直播了、最近互联网上有很多人什么啊？你说你怎么念个词儿磕磕巴巴的，赶紧的把词儿念完。哎呦，这不是说磕磕说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说你自己是互联网鸟吗？那个争先恐后的认鸟鸟当做女儿，然后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我也是互联网鸟妈，我也是 me too。这是个你为什么是互联网鸟吗？是吗？但是我没不上面写着嘛，上面写着说让我们聊一下近期的内容。对，因为他们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我了，可能对，可能也是我听得见你说的。延迟真的好厉害啊！我还以为你听不见我说话。这样子，你给我个机会，我调整一下网络。你用的是连的是酒店的 WiFi 是吧？啊，酒店的 WiFi 怎么可能行呢？等一下，我给你机会。我等一下。你这个不是装的卡住吗？刚刚现在怎么可能？哎，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好了，很好，可以，又卡住了。好的。老师，然后我们现在玩这游戏呢，游戏规则呢就是轮流报数。轮流报数，然后呢，从一开始报，每次一。喂，我一嘛一嘛，对，没错，0813。哎，你会学马叫吗？会啊。你学一个来，你这学的没有我像，我给你来一个。像吗？
像还是不像？我可以学那个，我学那个是什么？算了，没有。那个驴驴骡子，骡驴驴驴，怎么样？可以吗？卡住了，这么精彩的表演卡住了。有人吗？有人在吗？嗯。哎，蕾蕾，你还记不记得这一块疤？哎呦，在哪？我哎呀，这看不见，不好意思啊，磨皮太重了，不好意思啊，看不见我这块疤，磨皮太重了。这有块疤，就是，我从来不留疤，但就只有这一块疤，你记得吗？就是那一次，就是你穿盔甲。然后我冲上来抱你，我们在一个小床上。哦，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对，这个应该就是不对劲，就不好啊。我们下次应该还是要注意一点，把这些那衣服上的一些棱角都给它对磨平了。我们继续吧。三，哎，不是四，我是四。五。六。五。六。七。七，那天就是拍你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啊，你记性这么好，你这就拍你，不要不要，危险危险危险。那个，危险危险。懂了懂了，那个懂了，就那个，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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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那个，我懂了懂了。啊，就是那次，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我跟飞导在那个房车底下做烧烤。然后你坚持了半天睡觉，你没有下来品尝我那个烧烤。没有啊，你忘记了吗？你忘记了吗？你给我送了几串呀？啊，你给我送了几串呀？那你吃到了吗？我忘了吗？你吃没吃？我吃了，不是那个肉串肉一块一坨肉，然后一个彩椒，然后一坨肉吗？对不对？嗯。哎，那你觉得怎么样？说实话，有一说一，评价一下。有一说一，我觉得味道不错，我觉得不错，就是多多少少没太熟嘛，味道不错的。怎么可能没太熟？肯定熟了，控制好火候的。没熟了，所有人除了我以外都是熟了，我以外都拉肚子了，但是不好意思说。啊？什么？要不打电话说吧？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地理位置距离太远了？他是不是看不见我？他看不见我？他看不见我吗？哎，是吗？刚刚在模仿你卡住的那个表情。哦，又卡住了。别直播了吧！我去，你卡了？到底是谁卡？你卡了？到底是谁卡？是我卡还是他卡还是都卡？究竟是什么问题？都卡。怎么办呀？打电话说吧，发信息吧，要不然大家就是录屏给大家看看。这好一点吗？嗨。但我现在看到思考在一个非常嗨，有点慌张，他这个表情有点慌张，有一点不知所措。哎，我来看一下直播间吧。蕾蕾，蕾蕾，啊，蕾，哎，我想想啊，我那个，我是陈小生啊，我希望那个，我希望我妈能对我好点儿，好吧？我希望肖夫人能对那个，能对娘娘好一点儿，不要做阴阳，不是。不要做个人，不是就是做好人好一点，做个好母亲。什么呀？啊，你来吧，来吧。到谁了？来吧，到你了。到谁了？你。来了，我马上。没有劲。你难看了。我除了在这头，我根本就进不了。
这怎么许愿啊？谁设计的游戏呀、啊？见到你了，你掉头完了。啊、喂，老是不胜寒的。喂，老贝。喂！啊，有人啊！什么？啊！谁？有啊，他啥情况？有没有人？谁卡了？我头吗？来吧，他也没声儿啊，他在前面了，你来。头吧，头吧，头吧，加油！我怎么听不见他说话呀、啊？梅静，哦，加油！梅静，那到我了，现在到你了。人呢？去哪儿了？这是？我来，我卡了。你去哪儿了？哎呦，闪现！哎呦，哎，我在呢，我在呢。你卡都一直在闪现。来了。出现在某一个画面。没进，没进，到你了。什么？哎呀，我们电话吧。哎呦，好烦哦。换游戏吧，换游戏吧。打电话聊啊，跟三妹，这个真的不对劲。他怎么还在玩？哎，你还在玩吗？别玩了。要不我们简单一点吧，杜慈。哦，不玩了，不玩了。在沙发上。听见我说话吗？救命！救命！救命！这个网络，哦，不如打电话。有道理。不如打电话吧，真的没有，真的我真的累了，我真的很疲惫，我真的很疲惫。接电话，蕾蕾，接电话。在吗？啊，接啊，通不了，你那网连接不上啊。在。哎呀，我先把他连麦连麦给他关了，退出连。打电话。哎，距离有没有要求？距离有要求吗？距离你看着办吧，你也不能直接扣篮啊，那个太过分了，你也不能怼到头塞。你离远一点嘛！哇，你这么远，你的桶在哪里啊？这里啊。哦，在地上。好，啊、可以。可以不？离更远。哇，你这么远，那我要比你在，我也要远一点。去了，出发。等一会儿。来吧，幼稚鬼。来吧。我可以，我准备好了。那你先投。啊，我投了，我哎，我失败了。那我来了。来嘛。谁设计的游戏啊？哎呀，这还能是谁嘛？你太难了。银牌子。喂，喂，没进。我来了，我进了。耶！我进了，我是陈小生啊！我希望那个，我希望我妈能对我好点儿，好吧？我希望萧夫人能对娘娘好一点儿，不要做阴阳，不是，不要做个人，不是，就是做好人好一点，就做个好母亲，对吧？好，你来吧。不要做个人。
什么呀？来吧，到你了。到谁了？你。到谁了？你。来了，我马上。我这看见垃圾桶吗？你能看吗？哎，好近。喂，你在哪儿呢？我不是说打电话聊吗？打电话聊，你人得在线上呀。哦，那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哈。那你这样，我给你打视频，我给你打视频，然后咱俩就是假装就是一个同框了啊。等一下啊，真的，我真的疲惫了。嗯，逻辑鬼才。是这意思吗？我们在直播了，但只有这样了，只有这样了。对啊，等一下，你先看一下你自己啊，你自己选好角度哈，你自己控制好哈，我这个你自己控制好哈，我这个我只能这样直播了。哎，不对，没办法啊，怎么办？那就这也没个美颜，我真的很生气的。你微博直播有的吗？你就这样，微博直播有的吗？就是这能怎么办？然后微博直播多好看嘛，然后这个视频直播就长这个样子，都好看，都好看，我真的很生气了。都好看，你大不了这样，哎，我教你一招，你让你自己放小屏，哈哈，开玩笑。哎，但是你这样我怎么看得到你？哎，但是你这样我怎么看得到你？我们得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就只需要听到声音就可以了。那行，那我们来吧，然后就开始玩游戏。我们来吧，我们来吧。你可以开始 Q 我那个下一个流程。行、啊、，Q 吧 ，Q 吧 ，Q 吧 ，Q 吧。行，那我们现在。哎，我看不见你的脸。啊，看见，哎，嗯嗯，你的电话。好。哎，这样好。那个，不是露丝啊，我看你这个直播，我感觉我怎么像我就是你捧着我，感觉我已经去了呢。你别卡，感觉我跟去了一样。啊，我们好，这正儿八经来啊，我们好好做一场好好的直播啊。现在那个刚才那个投壶啊，目的其实是为了许愿，但是我们俩因为太菜了，所以说也没有投进去。要不就这样吧，要不就那个，就咱们俩各自站在对方的角度，各自许三个愿望，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下个环节了。我们下个环节了。好。嗯，好。嗯。你满意吗？你这个画面，我都可以，我无死角。我都可以，我无死角。好。开始许愿吗？许愿吧。我是林不疑。我是林不疑，我就希望我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啊，然后呢，第二个愿望就是我是林不疑，我就一定会，早一点向少商表白，就是喜欢了就赶紧表白，反正也是一眼就爱上，然后就赶紧表白，第一眼灯会的时候就在那个城楼上喊，陈少商，我爱你，就是这种嘛，就是赶紧表白。然后再一个就是学会笑，就是我希望我之后你人呢？喂，我在给我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你，就是我俩没办法同时看，就是你知道吧，没办法终极互联，你就捧着我这样行吧？好，我捧着你，好。哎呦我的妈！那个我就希望。我就希望你可以学会笑，就是嘿嘿的笑，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好吗？好，我三个愿望许完了，到你许吧，许结束了，到你啦。啊，好，我希望我刚刚已经许了一个了，我希望那个萧将军、萧夫人对少商好一点，然后我希望我希望我是陈少商，我希望不要再跟所有人闹别扭，我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好好的，然后希望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少商的话，我希望您不要欺负我，我希望您不要欺负我，不要这样子对我。然后这是第二个愿望，第三个愿望是我希望。
我也希望加更多。我也希望加更多。就是加更这事儿，就是加更这事儿，对，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OK， 我许完了，我们下一个吧。OK， 我许完了，我们下一个吧。好，下一个。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能有一次这样的直播。我这辈子也没有想到，估计我这辈子就真的一次了。妈呀，挺刺激的。我真没想到，我能把就是我能把我的男主角马油就捧在手上，然后我真的是捧在手上，就是这么直播，真的是第一次，还蛮酷的。可以，我这边主要是一直看不到，你要不换个前置。看不到你要不换个前置。换个前置，因为你一直是后置，所以我看不见你。我是后置吗？我是前置啊。就是你得这样，你不是你看看啊，不是你应该改成后置、啊，这样我才看见，因为你在给大家看我的同时，这样你的后置还能照到你自己。就是你看，原理是这样啊，这边是给摄像头，这边是照你，这边是给摄像头，这边是照你。什么意思啊？这样可以吗？你就换成后置就没问题了。你就换成后置没问题了。我换成后置了。这样也行。啊，对对对，没事，就这样，没问题，啊、来吧。对对对，没事，就这样，没问题，来吧。来吗？来吧，来吧，来吧。这样可以吗？可以。好，下一个。没有，下一个环节就是没有下一个环节就是那个许愿星的那个许愿星的那个手势播。许愿星，我知道一个那个专属的，对吧？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是还看了专属，需要画一个那个许愿星，然后给大家开心开心，给大家就大概就这意思。你换个角度，这个角度。现在就画是不是？开心开心。对对对。角度，这个角度。对对对。那画吧，我们加油画吧。就这样。那画吧，我们加油画吧。这样就行。别画。这样是吗？开始画了啊、哦！画吧。我们是金色的，那个金色的有黑的吗？耶 OK 我也画完了，你稍等我一下哈，我画的垮了。画什么什么垮了？画垮了。画好了啊？画好了吗？马上画好。哇，你画的好好啊。你说什么画的好？许愿星吗？那是打印的，对吧？啊，不是让你现画许愿星吗？啊，不是让我在许愿星上面添画吗？是让你现画许愿星，朋友。啊，审题审错了。没得事。审题审错了。你画一画，你看我这个有没有技术含量？我这个有没有技术含量？怎么样，对吧？直播间的朋友们，对吧？直播间的朋友们，把满分打在公屏上，满分，让我看到一波满分，哎呦，你这个还满分啊？我这个才满分。我来一下啊。要知道林子胜，对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画个这种小表情什么的，简直就是不在话下。画完了，我看看了，那来看看，可以吧？我知道画的也不错。OK， 继续把你捧在手上。
人呢？来了来了，你不在了。来了来了，这嗯，好，OK。其实我们早应该就应该用微信视频，用6点到7点，然后直接录播，直接7点到8点发的。这个咱们前面的半小时等着我，前面的半小时等着我。哎，你说我们要干脆，哎，你说我们要干脆把费德拉进来，大家一起倒，把费德拉进来，大家一起倒得了。我觉得也是，但不知道我觉得也是。我不知道没有空，我他在干嘛？你给他发个信息，对，你给他发个信息。我们没事了，对不对？我们全部完成了，完成了，是吗？完成了啊，我们完成了哎。我给他发个微信。怎么了？我给他发微信啊。怎么？那个亲爱的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对于今天直播卡顿的状况，我们感到十分的抱歉。这都是 sorry 啊，这没有办法，我们遇到了就是不可，这属于就是。可以算是不可抗力因素，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最极限的连麦直播了，最极限的连麦直播了。你歪了，你歪了。你也歪了，你也不是很正。对对对，然后对对对，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好好追剧，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好好追剧吧，然后我们还是会把这一个小时好好播完的。网络虽然网络不太好，就是我们会加油的，就是我们会加油的，好吧。之后大家就是谁就是直播的时候那个网络不好也可以这样啊。啊，这是找以后这招，找以后这招叫什么？播中播，王中王，播中播，盖中盖，播中播，播中播。好吧，只有这样，这个实在太卡，卡的，卡的真的绝望了，真的绝望了，好吧。看飞导回我没有？飞导没有回我。飞导回我没有？飞导没有回我。将你供养。哇！我现在通过我那个直播手机的画面，你给竖过来，蕾蕾。啊！蕾蕾，你给竖过来。嗯，好脏啊！擦一下。为啥竖过来？蕾蕾，给你竖过来。哎，对，这样子，哎呦，这样子方便更多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对。这意思吗？这意思吗？对。好吧。好吧。过一会儿又说会开始抖的，肯定。那个。朋友们，我看到大家在刷加更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子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子。那个大家都想加更，现在真的是大家所有人都想加更，但是。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还是要理解啊，耐心一点，耐心。能够加更肯定是会加更的，对，能加更肯定加更了，能加更肯定加更了，对，嗯，对，嗯。大家要是实在不行，可以开始二刷了，我觉得。不行，可以开始二刷了，我觉得。我就二刷了，已经二刷了，我已经二刷了，我已经二刷了。OK。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二刷，因为有好多好多细节，就是好多好多细节，大家都可以再去发现。OK， 因为那个我们离八点这个戏开始更新今天的今天应该是第17、18吧，然后大家就是还有12分钟才到八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现在问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解答一下各位听众们的解答，大家解答一下。对，雷德，你手机快没电了，没事儿。雷德，你手机快没电了，没事儿，还这你们能看见？够成了十二点，这你们能看见？好吧。你的脸啊？哎呀，我这个真的是。哎呀，我这个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看清楚你的脸了，就看不清楚你的脸了，就看不清楚我的脸。我们一人看清楚两分钟就可以了。我先让我这边的观众朋友们先看出你的脸，然后过会儿再看我的脸。行，那我们一人看一下，我们留值班吧，不然手都搜都锯没了。对啊，王总。哎 ，OK， 行。那个，我看看啊。我看看这边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我看看这边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那个，买个支架。
我你知道我只备了一个支架，就是现在我在直播的这个支架，现在这个没有第二个支架了。没有第二个支架了。然后第二这谁没想到啊，宝贝们，这谁想得到啊？那还有什么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第二步就尽快，尽快，尽快，就是尽快，尽快，尽快，大家都尽快，尽快，大家都尽快。然后跟小说差别大吗？跟小说差别差别大吗？跟小说几乎跟小说一模一样，几乎跟小说一模一样。哦，对。然后对，基本都是一样。嗯，基本我来看看。嗯，基本就是重要的部分都给大家有保留的。嗯。嗯，有第二部啊，有第二部啊，第二部是月升沧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连着的哦，是连着的哦。嗯，零八一什么时候跟零八一什么时候在一起？快了，快了，快了，多少集啊？快了，快了，多少集啊？别说，这是不能说的。哦，是不能说的是吗？哦，那是不能说的是吗？那写着呢。那写着呢。你也不能这么说。哦，那也没写着了。哦，那也快了。差不多，大家自己感受一下，自己感受一下了，好吧？自己感受一下了，好吧？啊啊！番外什么时候播？我们还有番外这个东西吗？我怎么不知道？我们还有番外这个东西吗？我怎么不知道？番外呀，有呀。番外就是番外没有这个东西。对啊，没有这个东西。对啊，没有这个东西。哦，番外说的是小视频吗？我们拍的那些小视频吗？那个算番外吗？那个番外吗？哦，那不是的。他说原著的番外应该是没有。那天的拍摄简直就是那天的拍摄简直就是误会。啊。哎，你晓得我那天你走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平台上面去拍一组个人单人的。然后真的假的？我想卖楼，我想卖楼，售楼铺的是吗？对对对对对，那平台上卖的东西，抽象售楼铺，抽象售楼铺，巨离谱，巨离谱。OK，OK， 大家有什么？大家有什么好问题？快问一下。好问题，快问一下。举上面，举上面有点手有点酸。举上面有点手有点酸，举上面什么意思？他们让我把你举在上面。他们让我把你举在上面。把我举在上面，就像我刚才把你举在头上这个意思吗？你刚刚要把我举头上吗？我不知道。放在头上确放在头上确实要舒服一点啊，有一个支撑的点。哎呀，好惨啊！我手都举没了，打网球都没这么累。手都举没了，打网球都没这么累，说实话。我手也举没了，这两天出去玩都没这么累。玩还累啊？玩有什么好累的？玩还累啊？玩有什么好累的？玩很累的，我们要去很多地方去采景点，然后呢我们还要吃过桥米线，然后我们还要去吃很多地方，然后很难找的。可以。真是辛苦你了，真是辛苦你了，好辛苦，听着都累，好辛苦，听着都累。什么时候能想让我也享受？我也享受一下，赶紧拍完戏，我也要享受一下这种累。玩累。拍完戏你要去旅游啦？拍完戏我要休息了。拍完戏我要休息了。我不信，你拍完戏你拍完星汉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我拍完星汉休息了。拍完星汉，我只是最近在拍而已。啊，休息过了吗？已经休息了。啊，休息了。我以为你没休息呢，我还说呢，好可怜。哎呦喂！你现在休息。哎呦喂！你现在得瑟了。啊，回答问题啊！磨的哎，咱俩聊上了，不行，回答问题，我们要没有回答观众朋友们，回应一下观众朋友们。第二部什么时候播呀？我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呀，宝宝不知道哦。牙印有啊，牙印有，牙印有，牙印有。珊珊原谅阿姆了吗？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就算是原谅，我觉得其实也。不太可能会把小时候的伤疤给抹平的，嗯，如果是原谅的话，只是想让结局看起来更加的令人欣慰一点，也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的一种原谅是，那就算了吧，
但他不会是啊、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伤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就算是原谅，可能也就是面上过得去，慢慢的这个感觉吧，嗯。结局好吗？啊、这也回答不了。就是结局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什么叫不会让？想看聊天。什么叫不会让人失望的？什么叫不会让人失望的？结局就不会让大家失望啊。好吧。你觉得结局会让大家失望吗？多好啊！我们的结局太完美了吧！哇！磊磊，我收到一个那个什么，那是嘉年华是不是？那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好像是曾丽姐送的。真的假的？他怎么不给我送啊？我阿姆来了，我刚刚还说了坏话。我阿姆来了，我阿姆送了我个。哎，我这边还有，我这边也有哎，我这边我的那个秋飞还过来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文帝圣上也来了，啊，谦儿哥也来了，还有这个高一这是什么？不，什么意思？包蛋，那个不知道是谁。阿姆来了。曾丽姐来了，曾丽姐送我一个这么好一个东西，哎，刚刚就是说咱俩没有真正的和好，你没听见吧？哎，阿姆，嗨，你看这是谁？林不疑，搁这儿呢，阿姆。那么这是林不疑，可以看小北吗？小北不在，小北就是在另一个国，在另一个国。对，今天没有付小北的出场费，今天没有付小北的出场费，今天他不出场。我回去翻照片，我发现我好多小北的照片。我也有好多那个时候那个房车上的那个小北的那个玻璃里面，啊，在那里等我收拾照片。对，他还坐在你车下面的椅子上。他说他听到了。那我那把礼物还给你吧，要不？别送礼物啦，宝宝们，别送礼物啦，我阿姆送就行了。你哪看的礼物？哪看的？他会有很多动画。我来了，我来了。那个是什么？这个是城堡。这是什么东西啊？梦幻城堡。那是啥子？哎呦，好华丽的，好华丽的特效。大家不要送礼物啊！虽然那个就是，但是大家不要送啊！不要送。大家不要送啊！不要送。那个就是看着很贵的那种。哦。可以。我俩能不能连个麦？宝宝不是我俩不乐意连，我俩就连了都很卡，所以我们只能打微信视频了，没有办法。暑假前能杀青吗？暑假前杀不了青。暑假前能杀青吗？暑假前杀不了青。嗯。哎，人呢？在这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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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马上就要更新了。哎，你看了多少？你追评了是吗？我追评了。直播间你们都追评了吗？你知道我们有多努力吗？我们每天晚上就是玩到7:30赶回来看。可以。那我是配音的时候几乎已经看的差不多了。啊，那你配了这么多啊？我没有配这么多，所以我没有看。巨多。我没有看。大家不要送了。哎呦，不，得提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感谢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那个，谢谢那个我的衣服啊，那个我的好大爹。哎呀，谢谢文帝。哎，你知道吗？我这边文帝给我刷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梦幻城堡。温迪，你不到我这边来刷一个吗？温迪，你蛮不公平的。你都要嫁给楼瑶，他还给你刷，你想那个？温迪。我退亲了呀，温迪。
哎，花里胡哨了，哎。你还不知道我心里什么意思吗，温迪？你不懂吗？哎呀，郝建宏老师，来呀，温迪。你知道吗？那个温迪那天还到现场来给我应，在我深圳的现场来给我应援了。深圳现场来给我应援了。温迪。那也是了，反正我跟温迪也没有多少场戏，温迪跟我也没什么感情，反正。温迪们的，行，温迪们的，行，你就是叫什么？你就是吃不到葡萄倒吐葡萄皮，不是吃不到葡萄吐葡萄皮。八点整了，行行行，那我们各自举好各自机位，我们举好各自机位。那个叫什么？那个难忘春宵，难忘今宵吧。难忘春宵，你别说了。来，拜拜，各位啊，拜拜。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拜拜各位，八点钟，来腾讯视频看我们新的菜单，拜拜，温迪，我这边来刷一下，温迪，好，拜拜，更新了，来快去吧，更新了，第多少集？第17集，第18集，快去吧，加油，拜拜，明天还有2集哦。森丽姐问我为什么一直举着它。哦，没有，拜拜，大家快去追剧吧，谢谢你们喜欢《星汉灿烂》，非常谢谢你们，然后也非常坚持大家能够在这种。